大家好，这是 GPD WinMap 的游戏试玩。WinMap 是一台八寸掌上电脑游戏机，配置冰湖 i5 处理器，16G 高频运行内存，512G 固态硬盘。这次我们测试的游戏是 GTA 5。GTA 5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游戏，之前其他的内测玩家很多都测试过，今天正好我硬盘里看到这个游戏，也来凑下热闹。WinMap 的机能大家应该有所了解了。玩 GTA 5普通画质人口密集程度下，帧数如左上角，45-60帧上下。如果是追求高帧率的玩家，可以将画质调整到低，毕竟八寸的屏幕开启特效也不明显。而且 WinMap 改进了 L3-R3 的按键方式，直接下压摇杆就是 L3 和 R3， 玩 GTA 5非常方便。